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大家好，华姐。房车深度自驾游广西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北海市啊。嗯。这个嘴还没有好，看肿的还有点厉害。今天天气挺好的啊，终于见到点太阳了。对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想出去转转去。我们到了北海这么久了，还没有去逛过万达。嗯。而且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进过电影院看场电影了。对。今天我们去逛逛万达，看场电影。嗯，走着。我俩今天不打算开车了啊，不太远，1.多公里，我们一人骑上一辆小电驴，是吧？逛着就过去了。主要是今天正好转转，对，阳光不错，虽然没有大太阳，但是这就都算这一周来的晴天了。那有一排小电驴，共享单车。我俩好久都没有看电影了啊，朋友们，猜一猜我俩今天要去看啥电影？待会儿到电影院给大家揭晓啊，看有没有朋友能猜对的。哎呀，华姐带路。在海岛上骑那个小电车，骑上瘾了是吧？好，左转。哎呀！天气好的情况下骑这个感觉也是蛮好的，只要吹着风，感觉还是很舒服的。万达广场，好久没有逛商场了啊。嗯，我们也有感觉快一年没有看电影了吧？对。麦当劳的甜品站。嗯。你好，这个甜筒要上两个。哦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我俩也好久没有吃甜筒了。对，今天正好热。牛菜一块。好，谢谢。耶，逛商场喽，看电影喽。我们进商场先来个甜筒打几个。今天好像还是周末啊。嗯。今天周末电影院会不会人多一些？不知道吗？希望比较多。哇。到商场里好热闹啊，看看，恭喜恭喜，这一层全都是吃的啊。我们等那个看完电影再出来找找吃的。嗯，我们订的是12:30的电影啊。到影院了，我们现在它这应该有自助取票的地方吧。啊，在这儿。我们还要等上一个十几分钟啊，就可以开场了。对，然后现在给大家揭晓一下啊，看看我们看的是啥电影。流浪地球二，12:30的。嗯，对，华姐已经想看这个片子想看很久了。嗯，之前想的过年期间人太多了啊，对，不想来凑热闹。现在你看人确实少了很多，少好多，这样就会好。哦，突然想起来我们上一次看电影还是在常德。对，真的是有快一年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进电影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在外面玩嘛。嗯，所以是特别想看的电影，然后就跑来看一看。对，我们今这边现在电影票在网上订的2张是90啊。嗯，对，是这个厅，8号厅。哇，好安静啊，没有人，包场。应该有人吧，只是人比较少可能。人很少，嗯，只有4位朋友。我们是8排，总共9排。我们不太能坐前面啊，因为坐前面我俩老是晕得很，特别是我。啊，在这儿，嗯，啊，我们是6座7座。啊，它中间这种是按摩椅，比普通的椅子就每人贵2块钱。哎呀，
所以我买的这种。您好，欢迎来到万达电影城。朋友们，电影看完了，现在电影真的是拍得越来越好了。对，我国的科幻片拍得真是越来越棒。对，而且特别感动啊，就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。对，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对，我们要认真过好每一天。所以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我们现在去觅食了。看看想吃啥。对，看一看吃客家菜。华姐想吃点啥？咱们吃米饭菜吧。米饭菜啊，那我们找一找啊。嗯，或者我们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啥团购。对，是吧？嗯，搜一搜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吃啊，我们要一份尝一尝。这像不像那个油条油香？啊，可以坐着吃是吧？坐着呀。这是什么？像油条一样，泡泡一样的。请问这是什么？面筋。面筋。哦，炸的。这个也可以久一点。啊。我们要一份儿，它的这个叫什么？小福。对。牛小福尝一尝。请问这是哪里的特色？广东，广东的啊，两广的，两广的啊，哦，好多牛杂，哇，嘴还不错。好的，谢谢。啊，这还可以自己加点料是吧？对。这是什么呀？不知道，随便加。来，不要加太多了。啊，串味儿了。这个叫牛小福，就是各来一点呗。对，说是两广的特色，华姐尝一尝。尝一尝，这个应该是萝卜片啊，酸萝卜啊，尝一尝。要我就先吃牛杂。哇，这个应该是肝子啊，牛肝儿。这是黑贝子，好吃，好吃呢。哎，他们家牛杂味道真不错。可以啊。很好吃。朋友们，我们吃浙家了。这有个浙家有一个团餐，我们看的还不错。主要是我的嘴影响了我的食欲，随便吃点。环境还挺好。对，这安静。看看我们点的这个套餐啊，米饭，然后一人一盅这个老母鸡汤，就是广东菜心。然后辣椒炒肉，梅菜扣肉，这样的一套双人餐，团购价63，嘿嘿，还不错吧？感觉还不错。来，华姐来给我们尝一尝吧。那我就要先喝汤了，我很想尝尝这个汤。它这个老母鸡汤感觉不错啊。对。哎，这汤味倒不错。可以啊。感觉像是炖了很长时间的那种，香味全进到汤里了。可以。哎呀，我这不给力的嘴啊。我尝尝这个。这也是我的最爱呀。我天哪，这块好有点肥。哦，他们这的扣肉感觉挺瘦的了。可以。哇，哎，这个肉好筋道哎。是吗？虽然看着这么肥啊，但是吃上一点都不肥。可以，好吃。哎，华姐说不肥的肉，那就确实不肥了。这辣椒炒肉炒的也不错，好吃。听到我咽口水的声音了吗？还吃了，朋友们。朋友们，吃饱喝足了，去逛一下超市啊！今天在这商场里混了一天。这个伊利的酸奶，不然拿一碗这个吧。可以啊，搞活动的19。挑点苹果吃。这个叫什么？丑苹果。对，5.88一斤。这个跟咱们那个嘎拉果有点像啊。
看着还不错。嗯，我就喜欢吃这种不大不小的，太大的一个又吃不完，是吧？嗯，这种不大不小的挑上是刚好。我们随便买一点啊，要不今天没有开车，买太多了，待会儿骑小电驴放不下。谢谢，差不多。对，这个过两天我们走的时候路上可以喝的，买点酸奶，买一些面包、水果、馒头。我们一出来，这门口有一个招聘会啊，看到了吗，朋友们？啊，规模还蛮大的。哎呀，我觉得没买多少，又一大袋子啊！对啊，不知不觉就买一大兜。咱们好像就从那边过来的。好，那再去找个小店铃。走，朋友们，逛了一天了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嗯，今天带着朋友们逛了一天商场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朋友帮忙点赞、关注，我的嘴秃噜了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